您好，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我是黄欣桦。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政治焦点。今天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按铃控告对手议员王世坚诽谤，让王世坚说他选情告急，只能一哭二闹三提告。到地检署提告，何志伟要告的对象是自家人。初选对手王世坚和立委庄瑞雄涉嫌妨害名誉、加重诽谤。何志伟控诉被抹黑、抹红、抄家灭族，一再的践踏到民主还有道德的底线。我呢一直为党团结的隐忍，但是我们的对手不断的创造分裂。省省吧，一哭二闹三提告。这就是他们家的招式啊！初选之争演变成司法之战，就连庄瑞雄也牵连。今天晚上就要民调了，这个就让台北市民去做决定就好。比划比划完，台北市民做决定，我不是主角。但我是王世坚的兄弟。就是因为这天19号大同士林绿营民调正式起跑，最快20号上午就能有结果。监委之战来到肉搏战，那照结果出来，还能团结吗？我输，我对，而且我会全力的帮助赢的人。那本来我相对也希望他们这样，但是显然他们的意图不是这样。如果王世坚真的胜出，你会支持他吗？这显然也难回到过去关系，而松信区初选结果出炉，许淑华胜出，却发声计票都还没结束，已经先发新闻稿，让洪建义不满，说要这么难看吗？那诚挚的道歉，也希望我们，那我也会找时间去拜访洪议员，也希望寻求他的支持。选完了就选完了。回归平常心，也恭喜许淑华议员，虽然他未卜先知了，想必未来如何修补伤痕是第一步。 TVBS 新闻李国政中影人李祖恒台北报道。而现在国民党的总统大选提名人选悬而未决，传出侯友宜被认为是国际局外人，相对弱势。继续交给记者李祖恒。好，2024到底国民党要派谁来出战总统大位呢？当然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民调上呢，或是呼声上呢，其实对蓝营来讲呢，都是现在比较高的人选。但是呢，他自己还是有罩门的吗？这是这个作家杨照哦，他就点评他说，侯友宜在国际议题上最大问题就是他变成局外人。他分析说，很多的民调看到侯友宜下滑趋势呢，时间点呢，不是侯友宜讲错什么话，或做错了什么事，而是呢刚好我是双鹰出访的时候，那大家当然关心说在国际话题上了。那他就说，其实呢这个在国际上呢变成是侯友宜的困境。他就提到，如果呢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跟他见面的话，那侯友宜能讲什么呢？显示说侯友宜在国际题上很可能是局外人，而且很难以跟上这个时事，那民调就会往下滑。不过他也提到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呢，就代表说郭侯现在其实是有互补的作用的。因为尤其有郭台铭，他在两岸产业国际经贸的部分呢，一方面是如果要过郭台铭天花板这一关呢，对侯友宜来讲是他现在要急需证明的事情。那如果侯这个郭台铭的民调呢跟他接近的话呢，一旦喊要选的话就有市场了，这也是瞄准侯友宜所留下的空白。而另一部分呢，还要担心的是这个柯文哲这个变数。因为呢现在来看呢，柯文哲他的民调大约是在20%上下，不过呢他很多的是年轻票，如果未来真的是三角度的情况之下，对蓝营来说是比较不利的。新北市要走出去，要让台湾被看见，重视中华民国。身为国民党总统热门人选，新北市长侯友宜出访新加坡4天3夜行程，缴出的外交学分蓝绿紧盯。要让大家因为新北市的努力，扮演中华民国更好的关键角色。更重要的，我们要让中华民国再次起飞，就从新北市做起。这是从新北出发，让世界看到台湾非常重要的访问，结果一定是非常的顺利成功。还没踏出国门就预言一定成功，同样祝福的还有郭台铭访日以及柯文哲赴美。不管是不是党员，党主席似乎都一视同仁。我不但坚定的无私无我，我也必须要忍辱负重，多做对团结有益的事，
少做制造敌人的事情，大家一起努力，团结胜选，最后胜利成功才会是我们的。再度喊话团结，但党内挺侯派就怕夜长梦多，坚持不能跟着郭台铭走，一等就是30天，甚至久违的韩粉也直奔党中央，要主席别忘了，除了郭柯侯，还有那个男人。韩国瑜选总统，韩国瑜选总统。郭侯较劲，还有早已表态的张亚中更不满初选遭到没收，大选征召人选悬而未决，党内小鸡等不到心中的母鸡，这股怒气也只能全部要朱立伦继续忍辱吞下去。TVBS 新闻陈旭宇、林佳慧 SNG 小组台北桃园采访报道。而现在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喊出给我30天，给你台湾新蓝图，也被视为是蓝营的总统征召走入类初选的阶段。聚精会神聆听各局处报告，就算傍晚将出访新加坡，侯友宜市政行程排好排满。我的工作平常就是比较多了，那这段时间谢谢大家，其实我们的行程市政的行程还是不能停歇。侯友宜也说，此趟出访定调就是疫后城市交流，看看侯市长行程，表定参观市场改建成果，也会和青年座谈，预计第四天中午返台，但人都到国外了，应该也会谈谈国际情势吧。毕竟侯友宜虽一度在三月中公开质疑选策会有黑金质疑，负面声量飙高到4000多则，不过现在可是党内呼声最高的2024人选。我们有地缘政治的关系，那也要扮演台海区域的稳定。听起来有准备，或许因对手郭台铭虎视眈眈，喊出给我30天，给你台湾新蓝图。外界也解读这时间是否也是朱立伦给的，让郭侯两人类初选。据悉，郭台铭22号起一周会有2场地方座谈，下乡向这个全国民众宣扬他这个参选的理念，以及他这个如果执政的想法，要把国家带领到哪样的方向。以国民党内部来讲的话，现在民调最高就是侯友宜，那我不知道党中央在等什么。挺侯派跟挺郭派各有立场，但朱主席都定出3阶段征召，众人也只能台面喊喊等结果。 TVBS 新闻李国正、邱汉柔、江明翰 SNG 小组台北报道。而相对于国民党还在整合，民进党推派副总统赖清德参战，甚至连竞选总部传出都已经选好了，详情继续交给作恒。好，不过相比起蓝营，现在呢，到底谁要来选，都还在整合的阶段。可是民进党很快速的已经来定于一尊了，这是呢，副总统赖清德他已经确定会代表民进党来出战2024的总统。那我们看到现在也非常的快哦，已经就敲定了这个全国竞总的位置了。他的全国竞总位置将会设置在北平东路，也就是民进党总部的旁边。那这个地点大家一定不陌生。因为过去呢，总统蔡英文他的竞选总部都是设在这边，那包含其实陈时中他当时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也是选在这个位置。那也传出说呢，如果这个侯友宜他来出现的话呢，因为现在看起来几率也相当的高，那当然也会选择他的本命区新北来设置总部。不过问题是，我们从时间轴为大家来整理一下，目前呢国民党还在这个整合的阶段，也就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呢，还会经过可能要有这个征召之后呢，会来提名。那再来呢，才有是成立竞总，或者是呢到2024看能不能胜选。而目前呢，赖清德已经是先跑在前面，是已经要设立竞总了。那另外呢，是现在当然对民进党来说，也喊出说国会要单独的过半，尤其在新北、桃园呢，也希望说可以靠着赖清德的声势取得不错的成绩。而现在柯文哲也频频抛出两岸国际的政策，他说坚持台湾自主，原则上站在美国这边，但是也希望透过跟中方的交流降低台海战争的危机。继续交给作恒。
好，除了蓝绿之外呢，不能忘记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对于2024当然是磨刀霍霍，他现在人正在美国访问，那当然他也要抛出这个两岸议题先来拆弹了。他就提到说，我们现在呢态度啊要亲美，但是呢也要和中国大陆谈。他说这个部分两岸都需要一些勇气，他就直白的说，是主要呢立场还是站在美国这边，不过也要跟中国大陆来沟通。那也提到说呢，五个互相从比较没有争议的地方开始谈，他认为是比较有机会的。不过呢，这个对两岸来说都需要跨出这一步，而避免呢台海开战的话呢，他认为经济不能够太过于亲中。而同时呢，他也自曝说他有跟这个 AIT 主席，也就是罗森伯格见面过了。那么提到的呢，当然是有包含两岸的现况以及美军挺台的议题，再来呢就是希望也可以支持台湾加入区域组织。不到两周 ，AIT 主席罗森伯格跟总统又见面了。Taiwan is a valued friend and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and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上任后首访台，总统接见合情合理。不过同天上午，罗森伯格其实还见了副总统，而且似乎就怕被说逾矩。副总统这行程不止没公开，还特别等总统跟 AIT 主席见面后才释出画面。中国利用军演画设新红线，企图建立新常态，台湾也非常希望能够跟罗森伯格共同合作，严肃地面对此一个新的现象跟挑战。等不及到美国访问，副总统先抛合作方向。只是罗森伯格来台前，他也和人正在美国访问的柯文哲会面，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这绿白2024人选都见了，怎能独缺国民党？据悉，因蓝营总统人选未定，所以仅会拜会党主席。以美国的利益出发，好代表美国，他应该会想办法在适当的时机去见所有台面上有可能角逐甚至出任下任我们中华民国总统的各党派的人士。2024这一局，美方占座必上观，但法国却有点押宝味儿。看看法国议员来台交流，仅安排副总统接见，而友台小组主席博多黑则当着副总统的面，特别捎来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口信。He renews his friendship with the Taiwanese people. There's no change.马克宏重申对台政策不变，毕竟先前发言饱受攻击，像是美国智库学者就引用 G7 会议声明，指 G7 各国对台海安全有共识，马克宏只是耍嘴皮让中国高兴一下而已。过去较少接见外宾的副总统，在被提名后其次数好像也多起来了。 TVB 新闻李国政、邱汉柔台北报道。而柯文哲在玉山科技协会演讲被问到当上总统要做哪三件事，他以总统专机私烟案为例说，就算是皇亲国戚做狗屁倒灶的事情，杀无赦。语出惊人的柯氏风格在美国真实重现，一旦当上总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不但铁血，还六亲不认。两岸要交流，也要落实每天7:30上班，是当总统的三要件。玉山科技协会成员打开柯文哲的话夹子，是不是我们会有一天看到的柯是柯 politician？Co-president， 有选得上就是 president， 没有选上就是副的副总统。柯文哲说要到玉山科技协会演讲，这个协会不但郭台铭是创始成员，上次来到美国他也来这边演讲过。或许也是因为郭台铭，柯文哲来演讲地点不在协会，而是另寻场地，淡化协会色彩。只是美国时间18号下午去众议院拜会共和党议员，本来传出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可能到场。没有，那在外幕僚来。现在的两岸的立场，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接受？那没有谈这个。跟另一位去年曾访台的共和党议员温斯卓普见面，除了再提台湾要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大陆再成抱怨对象。
他一直在抱怨说那个 virus 都从中国出来，我说你放心啊，下一次还是会从中国出来的。目前美国呢跟台湾进入这所谓的 FTA 的话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可以从这个 avoidance of double tax 就避双重税的部分？跟美方交流都从经济层面切入，柯文哲力求突破，要拼大家口中的柯P，在2024不再只是柯教授。TVBS 新闻华少平、李平，美国华府采访报道。卫福部长薛瑞元日前在立院说什么死人骨头都有，让立委痛批是藐视国会。他今天再度被询，他说自己没有失言，说的是母语，又引发了骂战。时间不多了，那今天为了表达对立法院的尊重，所以我们只问一题。一开场就先反酸立委猪沟，卫福部长薛瑞元显然有备而来。我在我的故乡用我妈用我母亲的语言对我的乡亲讲话，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地方。不认自己失言，指的就是他在15号出席母校活动上的这段话。但你也去啊，立法院吼，哎，什么死人骨头都有啦。立委质疑这是藐视国会，薛瑞元则反指是天龙国立委不懂台语，搞不清楚意思。到底我是死人还是骨头？这句不会是在讲的。好，你认为是啊？看你的担心啊！你就是哗众取宠嘛！叫你用五花八门，你说啊，我都爱用欺人不逃啊！大家评评理，咱的部长是这种。说什么就是不认有错。对薛部长来说，死人骨头四个字没有负面意义，不过看看过去薛部长的金句确实不少。我一点还没不敢背，反正我们两个有一个人会去抓去关，要去回应这一些从未编的一些话语，也搞得我身心俱疲了，所以改天我会找时间去请教我们的柯大市长。你太看清他了，这些还要我们去教他？用投资去形容不太恰当，必须要致歉。几亿几亿，先定金付来，我得穿现货给你。不知道有几十年没有去过猫缆那一边了。真的是见到鬼，就是这些话还被指是当时害前部长陈时中选举失利战犯。薛部长如今金句再一招，薛氏风格没变。 TVBS 新闻中影人李思恒台报道。明年还是会缺蛋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说，如果单靠国内的产能是不够的，但是现在进口还有库存，明年应该不会短缺吧。货架上空空空，店员贴上大大的已售完，到四月鸡蛋还是很难买，北部民众最有感，就怕事件再重演，到底明年有没有可能闹蛋荒？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这样说：国内的产能即使到明年也无法满足那个需求，国内的哦，可是我们现在有进口了、还有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库存，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所谓的这样的缺口。用进口再加上库存来补足，明年不会有所谓的缺蛋危机，但从根本解决问题只是这速度被质疑慢半拍。陈吉仲说他对不起陈建仁。所以这两个月你上班时间长，压力变大了吗？你头发没白啊？掉了。我坦白讲，我是觉得对院长非常不好意思，我们就没有把鸡蛋议题第一时间出来。坦言鸡蛋议题没有在第一时间处理好，也解释当下不希望进口是担心影响到在地农民，因为蛋黄问题没少挨骂的陈吉仲也心疼起畜牧处的同仁。我当然是被骂得很惨，这个，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畜牧处同仁非常惨，我们那个处长这几个月头发白了一半。因为禽流感全台大缺蛋，加上国内产能没有跟上需求脚步，畜牧场又因为地方政府的自治事项规定让畜牧场增加变得困难。现在专案进口四月有3000万颗，五月也有7000万颗鸡蛋，再加上五月国内6000万颗的库存，今年蛋荒何时能解决？陈吉仲压力大到拉桃木。TVBS新闻综合报道。NCC 主委陈耀祥今天到立院报告进电视的调查结果，再度被蓝营立委围剿包围抗议，说他违反乱纪，要求下台负责。我们
们没有违法，也没有滥权，谢谢。那为什么洪耀福必须要沟通禁电是这件事？现在在开会了。立院备询却迟到 ，NCC 主委陈耀祥再一次澄清绝无护航禁电事，在野党则是一大早就动员大阵仗包围。陈耀祥下台！陈耀祥下台！你们要护航吗？你们要什么呀？民进党三掌压阵，护驾双方爆发口角更很酸，一切都是为费鸿泰搭舞台。真的非常差劲、啊、我们再看，你现在是代罪之身，初选合一支持费鸿泰，场面都做给你了。但抗议声中也难免是锤。川普再夸张也不敢关掉 NCC 耶，哎，也不要，对不对？谢谢你们。不要笑，考量就宽宏，你看看你们有没有仔细听。而 NCC 调查禁电视报告层层加密，结果却跟隔天的公开报告相同，也让立委不满。这个行政调查报告跟今天公开书面调查报告有任何的不同吗？没有啊，结果给我们密件，上面每一个都有一个 QR code 啊，怕你泄露出去啊。既然是密件，应该很绝密啊。我想各位新闻媒体先生，你是都已经看到，都已经知道了。哎、欸，你们都知道，我还没收到密件报告、欸、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是在于说，因为我们的调查持股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所谓中资或什么其他外资资金的问题，所以这里面的有一些资料呢，是跟国安或者是其实两岸关系的这个机关所调查的资讯。抗议声中，通过临时提案谴责陈耀祥放任、退回报告，审查大戏再次退回原点。TVBS 新闻陈旭玉、林佳慧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大甲镇蓝宫的董事长严清标出席了大甲妈祖的绕境起家宴，但传出他是报名参加。大甲妈祖起家宴上，镇蓝宫董事长严清标步履蹒跚，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缓缓走上台。咱爱妈祖，妈祖嘛爱来，你讲对吗？对。严清标神情明显有些憔悴，在台上致辞时也少了以往的活力，甚至有些喘不过气。大家嘛，会绕境就爱食菜食八天，哦，啊人较虔诚的食十二天，啊人阮查囝严立明拢食一个月啦，吼，食一个月嘛袂散，吼，所以就这样。根据了解，严清标为了出席十八号晚上大甲妈起驾宴，特地跟医院请假。而当天他是直接从医院赶到现场的。不过严清标其实在换肝手术之后，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要固定时间回医院回诊。上个月医师就建议住院观察身体状况，所以人在高雄住院治疗。妈祖的盛会。不过晚间依旧看他硬撑着生病的憔悴身躯到场，跟在场公庙代表一一握手。而致辞完稍作休息，就马上回到医院报到。对此，镇南宫也回应，表示严清标亲自到场，代表他对一年一度绕境活动相当重视。TVBS 新闻陈威立彩台中场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